好，进来。你这边进来，入口进来，这边鞋子，这边是长室，这边有个厕所，这边有个厕所。入口，进来客厅，格局不错。对，我看三弟这个格局不错，这格局不错。对，这个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桌子，它有三 D， 它的三 D 弄得很好。好，然后这边还有个那个 pantry， 放食物的在这边。它的格局很好，这件我也喜欢，就它的格局我很喜欢，我把它列第一名，十分，这个我列十分。好，我们看上面，那格局，对它格局。它顶要换。这个我昨天看了就列十分，对，我昨天看列十分。挑高哦，很高哦。出来这边有一个房间，那个厕所这边很暗，这边的厕所比较灯打开。没有窗户。这边比较暗一点。它只有一颗灯泡。要多换几个灯泡。你看它的浴室打开，我看有没有要换的什么？没有，好像可以2016。2013，有个2016的是哪个？车厂那个。这个就换灯泡而已，就没有。有个味道，那个房子是狗味，那是狗屋就对了。这里有养狗。这个房间比较暗。他把它装，吓我一跳。他怎么把它弄起来？但是我相信这个也是很暗。他电影院。电影院。但是这边也是有点暗。看看这边对面是怎样。这个对面跟对面有点距离的。我觉得跟对面是还好。对面是人家车库啊。但是那边也是有个房间呢、啊。其实还是有点距离，那窗户有点小。干嘛就把它拉起来？对，你弄一下，弄一下。我看一下，这是他的电影院就对了。这个是。其实都可以在自己家灯嘛，直立式的灯。对啊，顶多加灯。这边是 laundry， 冷气，这洗衣烘衣机好丑，哪个牌子的？杂牌的，杂牌用到坏再丢就好了。你看这边。主卧呢？你觉得主卧怎么样？主卧是可以，因为它的窗是，它是窗，对，它主卧对，这个不错哎，主卧 OK， 就是说它这样子进来，你不会看到这边，不会看到厕所，它还有一个这个，对，就是你不会看到这边，可以用这个吗？可是它的浴也不错啊，有个因为我没有看到很清楚，它这样整理的还蛮干净，就是，是，很干净。对，你觉得卧室 OK？ 你离隔壁有距离，这边有窗户 OK， 然后它窗户它都是不能开的，你好像没有看到窗户可以开的，不是？那这个是这间我拍的，是吗？这窗户都不能开的，对不对？我刚刚问中介说这里。是不是都这样？都这样，他说 it's not uncommon。It's not uncommon。
不是，不过还好是这边，这边可以开，这边。It's not uncommon, right?但是它这个不会很怪，就是没窗户不会很怪。It's not uncommon 是不会很怪的意思。不是，不会不寻常。好，好，没关系啊。这个就是如果要换的话，就是对啊，就床就放这边这两个柜子。然后它的衣，它的这个这个，它的这个在这边还 OK。这件是 OK 啦，就是不是非常完美，但是跟上面比起来都不错。你觉得哪里不完美？越暗了，一点点暗了。可是你平常既然那间雅玲说换地毯便宜2000块，不是换地毯，木板，对啊，地毯比较便宜。